吃掉、啊。喂到教练呐、啊，教练这么辛苦。可是那个颜色看起来真的不是很美味，尤其是。看到这个。对啊，不够入味。要求。芝麻有没有第一次出来比赛，对不对？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。很开心。开心。开心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对面有裁判经过，要不要跟裁判挥挥手？没有，我们先去逛老街，再回家。看完之后就可以结账了。快好，快好。等一下几点集合？三点在那边要走，你三点在这边集合。老师这里，一二三，有吗？有啊！老师那个王帝心那个走，王帝心你走，不要心跳了，砖头。你们如果回去看到自己的表情，你就知道你们现在眼睛都睁不开，对啊，整个扭曲。我睁开了，我睁开了，睁开。你那也是脚娃娃变的。怎么会有人真的是假？那个去年就有了。丰泰杯的那个交换礼物，我是在这里买。哇！哪来的嘛？不是我买那个跟台湾有关系的那个磁铁，在这里面。欸、每一样都便宜五块。难怪你会去夹大便。啊！好样啊！里面豆花冰淇淋。吃豆花，吃豆花。都才五块。对呀，那我们到。好，还有40块。哇，你40块！我第一次遇到有人花40块去夹大便。你把放在你头上。它是很多，对，看起来就很恶心。大家你的大便掉了，放嘴巴。啊！
再说明一次你怎么夹到大便的，来墙位，拉墙位，然后甩转，然后二收，然后夹三次。那为什么还要夹三次？因为有一次被搞到，他拉错啊，拉错是什么？位置比较错，就是墙位嘛，然后你就夹一夹，他就把它丢到后面去。你妈妈如果知道你花了很多钱练习夹娃娃的技术，最后却去夹大便，我之前就会被骂过了。那你还夹？不要让她知道你。彪你妈哦！喂，妈，我夹大便呢。对啊，我又不认识你。在路上听。对啊。哎，佳怡妈，你女儿又拿钱去夹大便了啦。老师，你的发声来了，发声了什么树？没有冰了吗？哇，冰跟糖水都可以再加。没有冰的是我们，好，这个是。睡呀。哎，你们两个吃一碗了、哦。三个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等下去送盒。不用省啊。然后如果不够吃，再加一碗。啊？完全不一样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。啊。不用省啊，我们连热的都还没吃，他们连热好像都还没吃。我们原本是冰的。阿比，你这样吃够吗？要不要再一碗？我感觉你那个，我感觉到了情侣棒，我看情侣棒了，情侣棒。你脑子里面真的。仙女棒钱，这是什么？仙女棒这个枪，换手机在，好酷哦！没有新北京吗？三百啊！哦，就买那个有台湾的线。我们向他敬礼。对。我有一把枪。这好帅哦！明星的，我们向他敬礼。这是什么？要不要？那个只是要吃那个味道而已。含着也可以。含着，然后吃。我吃吗？是我常吃啊，小时候常吃。好像要吃一下，回忆一下。没有。那个最后渣是要吐掉的哦。吹泡泡。不是吞下去哦。不能吞啊。可以吞啊，但是你应该不好吞吧？没有这吞。啊。牙齿后面黄了，我不想吃。老师进来，我有吃那个。我真的没脑子哎。啊！你根本都没有在管，你今天落后都从头到尾都很紧张，都是。对啊。礼拜几好？所以啊，现在好一点。但你今天还是都什么球都给我往前冲哎、欸。他们就算领先剩下五秒，他们也没有再拖时间了。三多的比赛最好看了，很激烈。因为就算领先，也没有再拖时间的，好、哦，对不对？永远让自己处在有机会输掉的情况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才会紧张啊。夹娃娃夹到的。什么夹娃娃夹到的？这个是能不能吃？可以呀、啊。真的？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假？怎么办？你这个颜色会让我跟那个，哈哈哈哈，所以哪一个可是可以吃的？这个啦，这也可以吃啊，有没有？这么好，那你看你咬咬看，咬咬看呗。两个一起咬，就只卖一只。两个一起咬，它好吃吗？啊？鸡爪好吃吗？好吃。朱志勋有吃。那你把它吃掉、啊。喂到教练呐、啊，教练这么辛苦。可是那个颜色看起来真的不是很美味，尤其是。看到这个。对啊，不够入味。要全部变成这种颜色的才可以。小杰，走，我们去参观一下一间庙。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样？好怪哦。谁要跟我去参观庙的？我。好。Come on, let's go。等好，先讲好哦。在庙里面不可以乱讲话哦。OK。不可以乱问问题哦。而且不能用手去碰哦。好。不能摸。等一下。
哎、欸，来了，你全部去厕所。这个文昌君很重要、小苏打。你们是基督教？嗯。基督是什么？信什么？哎、啊，用信可以来是吧？就是信信，就是信耶稣，就是信耶稣啊，对啊，就是、不能拿香，因为它有分两。那你们会过耶诞节吗？所以你们有你们耶诞节会有礼物吗？那你过年有红包吗？哇塞，那大家这些都在柱子，你看那些雕啊，都是刻出来的啊。老师考你们一个问题，这个庙的左边是钟，它、啊、右边是什么？锣。不是锣吧？不是鼓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敲？拜拜就是绕境的时候，绕回来的时候。不是绕境。有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譬如晚上都会开始敲。那我问你，好、啊。重要的时机。早上是敲什么？晚上是敲什么？早上是敲钟，钟还是鼓？鼓，钟。嗯，早上敲钟，敲钟，敲钟，闹钟是钟，是钟，那闹钟所以就是钟吧？对，所以就是钟，钟。然后鼓是用晚上，暮鼓晨钟，所以早晨是钟，然后傍晚是鼓。你们不要不要啦，不要那么多人吃，等一下感冒大家都中。所以我才说他们先吃啊，我吃了他们感冒，怎么在下？饼饼会好吃吗？